不担心啦、啊，就是明天还有一天调整的日，那个练球日嘛，就是还是把大家的气氛弄好嘛，就是把气势就把它维持住，这样对往后的这两场比赛还有帮助。在一些小的部分，我们再调整一下。我觉得，因为我相信大家都调整蛮快的，因为都在季后赛啊，所以我觉得礼拜四应该我们就会调回来了。他们有掌握他们的气，就是帮我们压着打，所以就是没关系，一场比赛而已。就是希望我们再休息一下，重新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会再把它讨回来的。希望我们回桃园的时候，希望球迷、十号队友们能够踊跃的进场为我们加油嘛，那我们一起跑彩带嘛。